Here we go. 服务员，先生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哎呀，点餐呐。不好意思啊，您要吃点什么呢？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神秘的大厨，做的菜呢非常好吃。我来到这儿几次都没遇到过，他今天在不在？啊，先生今天运气不错，我们的神秘大厨今天来了，特别推出的料理是香煎法国鲈鱼拌芝士焗薯，还有青苹果鱼子酱冰沙，都限量推出两份。哦，那就各来一份，然后呢再上两份芬丽牛排，要七分熟的，再来一瓶红酒。梁小姐，你还需要什么吗？就这些吧。好，那就这些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梁小姐，今晚请喝。哎，梁小姐，你开车来了，要不你送我回家吧？啊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哎，什么人啊？前面有个地铁口，我就把你放那儿吧。别呀，咱们这么聊得来，不如今天晚上去我家吧？啊，哎，我没有觉得跟你聊得来啊。哎，我对你有兴趣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靠过来了。哎呀。梁小姐，咱们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啊？今天晚上就去我家。哎，去我家，你别靠过来，去我家，别靠过来。我的小虫。别怕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哎，你怎么开的车？车子怎么开的？你撞到我们车知道吗？啊，你有没有素质啊？我问你话呢，你有没有素质？你看那个车给撞的，你有没有素质？有没有听我说话？你怎么可以这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乱来啊！小心我报警。你等着，你等着，你等着你。喂，你没长眼睛啊？你是故意的吧？有钱了不起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认识很多警察朋友，他们一定可以查到你是谁。把手机还给我。有钱了不起啊！小心啊！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要求不要提的太高了。这个刘大伟啊，他的各项指标呢，我都去考察过了，综合得分相当高。爸，你居然还对那个男人综合评分很高？那你知不知道他是想对你女儿性骚扰的变态色狼啊？哎，志野，什么情况？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性骚扰都出啊？什么？我要把隔壁的王大妈给他拉黑了！啊，不像话！哎呀，真是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说拉黑就拉黑？
我又回到了这个与你有关的地方，你在哪儿呢，顾真？这里的一切曾经离我很遥远了，但站在这里却又一下子记起了所有。我知道我只要见到你就会再次伤害你，可我无能为力。但愿我能将伤害降到最低，但愿你无论在澳洲还是回去都是快乐的。你好小姐，我能给你拍张照片吗？我叫顾振宇，是这儿的留学生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叫方梅。怎么样，在公司还适应吗？挺好的，谢谢你的推荐，我才能够顺利留在秘书室。你能成为总裁秘书完全是靠你个人的实力，不过我也很惊讶童继明能那么顺利地接受你。你以后千万别怕他，很多人觉得俊明不苟言笑，难以接近，其实工作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他只是不善表达，内心还是挺温柔的。对了，为了庆祝你成为总裁秘书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吃什么你选，机不可失。那怎么能行，应该我请客才对啊。好吧，你请客我买单。It seems that I lose again this time. But next time I will win. Before the competition starts, if I win, can you promise me something? Bet is bad, I will pay you. Tell me, what's your requirement? I want you to stay at the farm. I'm kidding. But can we have dinner tonight? Okay? Do you promise? Let's do dinner tonight. Sure. Well, see you tonight. Go home.这次啊，太为难方梅了。我看是俊明还没玩够呢。其实，我真觉得俊明应该再有个自己的家，有了自己的家，心就会定，心定了就一切都好了。哎，你说这个方梅做事挺稳重的，心思又细，你觉得他们两个合适吗？现在不是找儿媳妇的时候，现在应该找一个能够救我们集团的人。我就是觉得方梅身上有股劲儿，关键是她让人放心啊。去，好。喂，童总，老董事长找您。他找我有什么事？方梅去澳洲找顾振宇了。找到了吗？他说让你立刻飞到澳洲跟他会合。